吸的面包出炉喽！这就是爱买的天然酵母面包，真的有够搞纲，因为必须经过11天的天然酵母育种以及接种，发酵时间是传统台式面包的67倍，用的内馅和材料更是讲究，选用日本顶级的面粉和松露巧克力等等，材料费更是一般面包的5倍。那这个面包的话会呼吸，那这是我们这次主推的一个特色，天然，然后养生，好味道。首推会呼吸的面包就是他，蔡木元 Middle 师傅，拥有30年的烘焙经验，还曾经创下一周卖出200万个面包的惊人销量，也是首先将欧式以及天然酵母面包引进量贩的幕后推手。面包出炉了。爱买一口气推出10款天然酵母面包，最受饕客欢迎的是卡尔贝尔乳酪面包，有洛神花和天然乳酪的新鲜风味，一口咬下瞬间有多层次的口感，让人百尝不腻。而这款艾菲尔乳酪面包，面粉和乳酪的比例是3:2，量好超实在。有消费者还说，无论是口感还是食材都不输给得过世界冠军的五宝纯面包。想吃健康养生量好实在的天然酵母面包，当然是来爱买就买得到咯。来爱买最划算。